阿苏卡要进场了，欢迎阿苏卡吗？哦，拜托拜托，拜托拜托，好厉害哦！阿苏卡是台湾冠军犬吗？是敏捷赛的冠军犬，对，敏捷赛哦，什么是敏捷赛？敏捷赛就是爬跷跷板、钻隧道、爬独木桥那种。自己玩，可以自己玩得很开心哎。可以。他几岁？快三岁了，三岁的宅男。他可以帮你把隐形那个太阳眼镜捡过来吗？应该可以，有机会。可以试看看，如果从你手里丢出去会比较好，是不是？因为它上次没有我的味道，我倒是没有试过。阿斯卡，要不要玩？好吧，那我们试看看。好爱跳，脚好有力啊！哎呦，迅猛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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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，迅猛龙，哇！这是谁的？那是 Cherry 的。Cherry 完全不在乎，他的眼镜被拿走哎。Cherry， 你的眼镜啊？阿斯卡，快进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上来。哇，好厉害哦！欢迎两位，欢迎两位，请坐，请坐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狗主人要进场了，我们欢迎他。先不要，先不要。请问这是传说中的警犬吗？对啊，是警犬。它是有执照的警犬吗？还是它有去参加过世界赛？它看起来还是小朋友哎。没有啊，它已经七岁了。七岁了吗？对。所以它就是真的，你下指令它会有攻击动作的那种。对，但它不随便，它不随便咬人。所以你下指令它会咬吗？对。那你快点，千万不要，这不能开玩笑的。我要给大家一个正确的教育的观念。它不会真的咬，它不会真的咬。他的警犬训练，他有三个项目，一个是嗅觉，一个是服从，一个是攻击。但是有一点，我很不希望大部分的老百姓养这种狗的原因，是因为这种狗到后来，它的髋关节问题都比拉布拉多黄金犬严重，是全所有品种里面最严重的，就是德国。哦 no， 这种狗呢，在 Walking Dog， 你竟然敢挑战它的，你竟然敢挑战它，它在德国的 DNA 的鉴定跟髋关节的鉴定，在慕尼黑。非常非常有名，你必须要经过那些的鉴定，这个是没有错，才会有盖章。这个是你那个角度，但是我们在所有的德国牧羊犬里面的百分比里面，它的髋关节是比任何一个品种还要。那个是 show dog， walking dog 的话会比较少。怎么样？还有很有意见。好啦，这个表演犬跟工作犬，狗还是家犬，狗主人的意思不太一样嘛。OK， 可是反正医生的提醒就是说，这一类狗髋关节就是你要养这个狗，你一定要在买之前要考虑它的问题是没有的，环境各方面你要检验过没有再买，不然回来后它后代都会有。所以需要表演一个比较温和的，我们先来一点比较温和一点。好啊好啊，安德。Yep. Foot. 是哪一招啊？那是。哇，贴在旁边。哎呦，服从服从。哇，好服从哦。Yep. 哇 ，Foot. 哇。哦耶。Say that. Sit. Foot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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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粘得紧紧的。Foot. 好顺从哦。哇。Foot.好厉害哦！好有才华，帅！接下来我们可以来一点激烈的，是不是？对，所以他是德国来的。对，哦，来了来了来了。那他现在这是你这是先生吗？没有没有，这是我助理。OK， 先生，我太夸了。哇，真的贴得紧紧啊！他只会对他叫，这真的要尊重人权，他不可以踩，也不可以咬，就对了。我叫他回来，回来。Here, foot. 滑滑滑。太滑。Come close. Sit. 我叫他 foot. 要这样，你要吧。Foot. 就我叫他监视。Plus. 怎么样？监视。对，监视。配合。看着他。Foot. Penny. 不要乱动。That's， 它一动它就咬了。
哇，它咬住我。Sit. Foot. 来。可以等等，小棒啊，小棒啊。Foot. 你大风车。来，拿过来，拿过来。你干嘛？你回来干嘛？我们要把歹徒押解回来，交给警察的。哦。你要演歹徒。任务完成，这样子，把他抓去关。我可不可以访问一下这位助理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那他有麦克风。来来，助理先生，怎么称呼你？姓陈。陈先生，你有很害怕吗？久了就习惯，没感觉。请问你当初怎么踏上这条路？喜欢狗，一开始喜欢小狗。那你怎么？你去找邵教练说你也想要加入训练狗的行列吗？然后没想到你的功，没想到居然是这样。所以他第一次叫你套上那个的时候，你有抗拒吗？很害怕，超害怕。好，邵姐欢迎你啊，请你再拍一下。谢谢。好，下一位狗主人要进场了，我们欢迎他。叫妈咪，你狗叫做老师，他叫他下来了，他的名字是妞妞，妞妞。米格鹿很疯狂，对不对？对，很调皮，很捣蛋。那你怎么训练成的？一开始也不是要训练，就是因为它乱大小便会破坏我的家具，我只是想说教它不就乖乖不要乱咬就好了。嗯，啊，后来就老师说，哎，它很爱吃，它真的很贪吃，就觉得哎，也许可以尝试教一点才艺。就他就为了吃，就什么都肯配合。就是现在教到最厉害的才艺是什么？嗯，就大概升旗啦，然后开冰箱帮我拿饮料，然后还会变魔术啦。变魔术？拿饮料？变魔术？我们先清楚，变魔术。所以你等一下可以让我们看到的是有变魔术。好，而且他就会去猜我的钱币在哪一个杯子里面，然后咬出来。真的？然后还可以铺，哎，存到铺满里面去。我存钱，可以看这个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这麻烦你哈。不要翘屁屁，趴下来。趴下，好，可以等等啊。趴下了哈。对，好，我们的一个10块钱哈，随意放在一个杯子里面。好，他看到了。然后随意的乱动，他会很专注。他有在看呢。哎，咬到。等等啊，等一下咬起来，把放在铺满里面，投进去哦。好厉害。投好。可以啊，掉了，好的，掉了，小心哦，咬好，来来哦，掉了，再吃哦，再吃哦，加油！哦，好棒哦！他怎么知道在那里啊？对，他很认真在看。你真的要问吗？因为戴医生认真吗？是因为认真吗？他是属于我们叫 scent hunt， 就是靠嗅觉的，他是闻兔子的脚印。所以它的嗅觉非常发达，所以我们用在机场，去闻这些东西。所以它其实看它的味道，对这只狗来讲太容易了，太近，所以你怎么动它都会找得到。它是闻那个钱币的味道，是不是？钱的味道。你这样拆开每件事还有乐趣吗？你相信世界上有圣诞老公公吗？如果你晚上到我家帮我放东西，我就相信了。因为我到你家你要干嘛？不会对你做什么，他这个人什么都看过。好，所以除了刚才找钱币之外，还有我打喷嚏，他会帮我拿卫生纸。不可能，面子面子。来，等一下，我要。I'm here, come here。他的耳朵翻过来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没有关系，坐下，坐坐下。很冷。还没有，还没。坐下。耳朵包包。一张一张就好了，好，给我，给妈咪。哇！所以如果你哭，他也会帮你拿吗？要我打喷嚏，我的那个教法就是打喷嚏。那如果你拉屎，他可不可以帮你拿？你真的在擦吗？对，我真的在擦，然后我乱丢垃圾。你的意思说？等下还没结束哦，他乱丢垃圾。他会帮我捡回来。可爱。这样。嘿。棒。哦，你怎么那么乖？所以你到随身携带垃圾桶哦。有要点，现在是没有用。对对，好吧。所以如果他打喷嚏呢？要试试看。试试看，对，我们可以试试看。S 加油，妞妞来，不要输给俏妈咪喽。妞妞过来 ，here。嗯，妞妞乖哈，走。但是我喂他。好，你可以先喂他一下。妞妞好乖哦。好，妞妞坐下。
打出来就真的，好有人性的一只狗哦。